十几年不变的 Coco 李文就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去到大上海时代广场年卡佛店搞一场合意人生分享会了。开始唱的台下的是各位朋友们啊，见到 Coco 咧，我觉得娱乐圈入边咁多女明星当中，我最 buy 嘅就系佢啦。事关九十年代嗰阵，佢已经好中意呢一种金色波浪大卷发造型嘅啦。到而家2018年，廿几年过去，佢依然都系咁嘅打扮，都唔知话佢系长情专一好啊，定系中意追求舒服自在咧。我觉得大家不是要求 Coco 或者歌手要他完美，其实不是，大家希望看到一个歌手就是他最真实的一面，他最诚恳的一面。咁又系 ，Coco 除咗 nice 随和嘅性格不变之外，其实仲有样嘢咧系冇变过嘅。只唔系有 Coco 嘅地方，就一定气氛热烈，个个热情高涨，好容易同 fans 打成一片咯。我喜欢带欢乐给大家，我喜欢看到大家微笑。当我看到人家开心，我觉得 I did something good today。不过大家最开心的咧，都是听到你爆发力超强的唱功。老老实实啦 ，Coco， 你对上一次上节目已经是年头的歌手了。唱一首歌对 fans 嚟讲咧系唔够喉嘅。话时话啦，明年就系出道25周年嘅大喜日子，有冇计划开翻个巡回演唱会啊？明年是25周年咧，所以是我入行25周年，所以明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那其实自己有很多的计划，那希望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就是可以把这些计划都可以达成。我一直都是那种慢工出细货，那只是这个慢工是太很慢很慢。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给我支持，到我们还没有100%，就是所有东西就是定好了，我先卖个关子，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不会让大家失望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明年是25周年，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件事。好啦好啦，咁我哋系耐心等待你嘅演唱会好消息咧。话时话啦 ，Coco， 呢25年嚟你唱歌拍戏都试过啦，仲有乜嘢系想试下嘅咧？其实我会希望，写一本书。那这个书，就是跟我家人有关的，可能是从我妈妈的故事开始，然后到小时候，到做歌手，然后到现在的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经历，一些高高低低，就是有很多的人生。一些挫折或者一些快乐的事情，我就希望就是把所有的真实都是可以写在这个书里面。看完条片，阿朱头咪你又系衰嘅，又话人哋啊 Coco， 不过你又讲得有多少道理？喂 Coco， 如果咧你次次出嚟都系黄头发、紧身衫咁样玲珑爆突，真系分分钟有可能俾人笑。不过我谂阿 Coco 自己都知道啊，人哋话佢老土嘅，但我谂佢咧觉得做艺人最紧要系乜嘢？最紧要就系辨识到嘛。冇错啦，喂，讲句真啦，阿 Coco 咧从90年代嗰阵时一出嚟咧，哇，就已经咧行前人哋几步噶啦吓，全世界咧着啲蓬蓬衫、蓬蓬裙嘅时候咧，佢就已經啊！哇，將自己嗰啲身材用嗰啲皮衫皮褲咧包到緊一緊啊，貼一貼噶啦，出嚟真係哇！我係性感電斷小夜貓啊！所以呢個性感電斷小夜貓呢個形象咧，到今時今日都咁深入民心。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啦。咁啊 ，Coco 咧都係算係潮流中人嚟噶嘛？你估佢唔知道而家嗰啲時下嘅後生仔女啊，著嗰啲咩老時裝啊、短衫短裙扮曬卡哇伊咁嘅咩？但係如果有一日咧，阿 Coco 學似阿楊冪啊、趙麗穎佢哋咧，著嗰啲好可愛嘅學生裝啊，蓬蓬裙啊、卡哇伊呢啊，着曬吊帶咁樣出嚟咧，嘿，分分鐘我睇到啲人噗聲，扮都噴埋出嚟就話：哇喂，大佬，阿姐你係邊位啊？好似唔多認得喎。講到尾啊，追潮流呢家嘢咧，真係追唔曬嘅。始終做藝人咧，都有自己嘅個人特點好啲。